吉兰丹将从星期五开始不云降雨三天来解决吉兰丹河水位下降的问题，以保障当地的农业用水。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发文告指出，联邦政府动用国家灾难援助信托基金的$500万令吉不云降雨。今年二月到四月，丹州降雨量偏低，吉兰丹河水位不断下降，干扰了丹州格姆布农业发展局地区的水泵运作。今年四月第二个星期，水位只达 到水泵运作最低门槛的一半，这次降雨除了要应对提高河流水位，降雨也是要应对炎热天气和西南季候风的影响。